哎，帅哥，干嘛了？您坐这儿，我给您画张像。今天我是最后一单生意，你坐这儿，我给你一画呢，咱们就，我就今天我也收工了。不是，我先问您个地儿，您知道陶瓷一街吧？陶瓷一街，你这儿坐着画，画完了之后我告诉你，快不快了吗？我都五分钟就画完，五分钟是吧？我4:30在那儿有课。我知道。太好了，你可得给我画点高大威猛的。那没问题，你这本来你这图就特别好。啊，得嘞。收费不了？啊，收费吧。不要钱，不要钱，哪能要钱呢？是吧？李东田在前面有一个课，我不知道您来的时候有人跟你说过吗？就是我不知道在在陶瓷一街。我知道那儿，我一会儿告诉你。得嘞。他那个什么，他李东田那儿有很多人跟我学。你要给我的感觉画出来啊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嗯，一般。喂。我在这个东街这儿嘛，你我找不到你那儿，我这块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你在哪儿。好，马上就，您等我一下，好不啦？哎，我给他，好好好，哎，你告诉他我一会儿带你过去。得，好，我、okay、我一会儿带你。行，你这样，这个，我这在这待一下午了，你先给我10块钱，咱们我去，我这兜里也出来的慌，也没带钱。可以，你给我10块钱，完了我去买2瓶水，完了咱俩。那我在这等你。哎，对，你在这等我啊。啊，好。我喜欢喝雪碧。好，谢谢了啊。好，快一点。你坐一下，你先坐一下啊，我在这边。OK。我交代一下啊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肚脐眼在哪？肚脐眼。我不是本地人了吗？啊，不好意思了啊。我让他们去给你买。这样，小伙子，你一个外地人，你既然这么说了，我把我的画送给你，丁5块钱。完了之后，剩下让他给你买一瓶雪碧，好不好？不是，现在我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现在就我这个画你会拿回去，你会很意外的。像我这样的人，你给我画成这个样子，我不是，他是你是不是在浪费我时间了吗？不是，你看过河南有个梵高，知道吗？他的画派就是这样的。我不管了吗？不是，好，行，就是这个啊。我不要喝这个了吗？不是，你先是这样，这个我不要喝这个，我不管我。去好不好？那这个钱是你浪费掉的，是不是？我不要这个，你浪费我1000多块钱的课吗？对，不是我那1000我跟他们说，我跟他们说，你把我这雪碧我不要了，你要还我。我那个是我知道，这个我不要了，好吧？你退给我钱，请你喝一瓶水好吗？那我接受不了。这个水4块一瓶，我要不现在已经4:30，我退你1块钱好不好？退1块钱，你要退我100块钱，因为我知道了，因为我的课45分钟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你那课不重要，你听我。那你带我去走，我你带我去上课好不好？我这样，我一会儿，你这个东西，助理你看他一下好吗？我不是，我一会儿我找个人带你去啊。咱们俩一块儿。但是你现在这个不是他，你看我这个是，他是这样，我给他画完画吧，我就说，这位他我下午渴了，我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得喝一下。啊，对，他就是。这位学生可不想王彤老师，太反应过来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刚明白，好不辣，我现在刚明白。我是演员，像，哎，我其实是一个东北人，我刚说的上海话。不是，我刚才以为那个给我画画那人是演员呢。来，你到中间来，我觉得就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。真的不知道我怎么，哎呀，他非要拉我去，我其实那个地方我连知道今儿就没有。好，那么现在我宣布，新笑林欢笑团成功。